快点洗。今天把床铺都冻了嘛，真的你今早洗。哎呀，现在就好了点嘛，7:15早晨嘛。我昨天不是说给小孩子办出院嘛，那赶紧洗漱一下，然后下去看一下。走了，这个。今天伯伯都出动了哈。走了。现在到医院了，然后先去给他打留置针，因为昨天那个留置针已经被他挣脱了。我有点水，你干？没事，你水不回来哈。你昨天回来就算了，今天就没回来了。啊，今早回来打。然后今天哈，跟他那个嘛，还是吃稀饭那些，夫妻俩为主哈。那那些书还是不说。证明他，证明他。反正我的意思都是，今天整个月底你看嘛，医生都开去了，都给他输个刀，输个刀后就可以给他住院。哎呀，都是你早来，又是来晚了，早点来他都没开。早点来都没开嘛。你只要提前一天跟他说的时候才行，因为我昨天回去的时候没跟那个医生说。今天两个任务就是给他接个粑粑复查一下，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就说要换成这个腹泻奶粉，然后我去问来医生，医生说也可以，然后我就直接换成腹泻奶粉给他吃了。然后输完了，吃不完吗？吃不完，吃一包肉。现在腿粉我都没吃完了不嘞？还有人嘴抠，人抠完点，我都吃不完，东西出来甩。得先拿150了，又拿150。别个医生都是说的，喊你不喂那些老钱仔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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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怕麻烦，怕麻烦啊。嗯。咋子嘛？我说刚才医生跟你说噶，还莫问影子，那个什么小小单方一大瓶，你哥哥从小都不，从来都不拉肚皮。没有啊，儿子底子不一样，晓得吗？哎呀，他说，哎呀，哪个这样，你这个那么样，但是每个娃娃都不一样的哈。打到，打到，我不得弄你了，打到。你说到这来嘛。哎呀，好吃喽！哟，咋抓眼了？对吧？自己脸要抓，你个那个是个啥子人啊？那个，啊，自己脸要抓，抓耳朵嘛，耳朵可以嘛？都给他搞这个。哎呀，你不能咬这个了吧？天哪，你看那个弄得动吗？那个？对，来磨他，你个那翻着绷紧。你说，那么大点都来磨叽了，手抬起，手抬起，大手。终于把这个奥利可以接到了，只有当妈了之后，才能这么靠近这些东西。以前一看到的时候，特别是我以前我嫂子的时候，一拉就，跑得远远的。然后现在自己的小孩，那是真的是舔一口都舔得过手没？然后。这样可以喊他来打吊针了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还耍你？谁说的？谁脚伤？他没说一点肉。不痛。好厉害，现在你是个这样，今天见到最厉害的一个。哎呀，眼泪水都没哭出来，刚刚都结束了。没有，好了，宝贝，好了。太棒了。喂，爸爸。今天的输的赢。现在还输要赢，我们要输2-3个小时，因为先。不能回来吃饭了。你先吃嘛你。我看了好两份，要哪么个？凉粉。凉粉有包那个有红烧凉粉和包谷凉粉。再给我来一碗凉面跟凉粉。啊，这是什么？
走不得，走。我就把头发吃满掉。拉妈妈的头发，所以说铲了头发，为什么铲了之后还要脱，就是这样子来的。妈都要光头了，你才甘心吗？嗯，嗯，你鼓掌，鼓掌，可以打个当当，嗯，嗯。宝宝在医院里面输完液了。然后等一下我们要等医生3点钟他才上班，我现在就到外面这里来打印一下，他说等一下办出院的时候，因为也可以报销嘛，需要那个户口本的复印件，但是 我就来找了一下，我不知道在哪里有，总算是整好了。明天的时候才能上出院，他说现在已经请假长出了，现在要他给大的说，嗯，明天还要来一趟。嗯，明天再请。我们现在已经出院了，但是的话，嗯，回家不是说了，都是不能给他吃那个了啊，就是妈妈的那些。然后的话，要把它换成腹泻奶粉，再给他吃点益生菌。